一旦秦南加入神格争夺战，你们必须全力干扰他，务必要让其他天才来继承神格，而我会动用秘法让九天之上的天才来到苍蓝大陆，如此一来便可确保神格不会被秦南夺走。可以。第三个呢？第三，以防万一，毁掉无天道台，让秦南无法招来武神雷劫。甚好，那便按此行事吧。这难道是？此乃菩提御魂树，莫凡偶然得到了它的一节树根，便将它栽种在这里，悉心照料，没想到还真重新焕发了生机。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就在刚才，南天神帝、帝榜和神榜已经联合所有势力追踪秦南。所有势力？哼，追踪就追踪，谁怕谁啊？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篡改了天地规则，你的气息现在也无法彻底隐藏了。秦南，如今举世皆敌，你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只是担心会辜负您的情意。秦南，你不必担心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算计你。自他逝去，我没有一刻不想随他而去，所以看到你有击碎南天门的希望时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将所有重担交付于你。那么你愿意接下这块令牌，成为反天盟的新任盟主吗？晚辈定当不负所托。我所留下的三道先天剑台，其中两道据我巅峰时期五成修为，希望他们能助你一臂之力，至于第三道就用来击碎南天门吧。参见盟主。参见盟主。诸位，我虽不知该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盟主，但无论前路多么艰险，迟早有一天我手中的刀芒必至南天。说得好。两位前辈，不如以后就留在反天盟担任副盟主吧。这好，那我们就试试吧。那就麻烦副盟主说好这块玉简，里面珍藏着五元元道和墨法的大部分传承，你可以从反天盟中挑选合适的人继承他们。你刚上岗就有活干了吗？秦南，接下来你打算闭关修炼吗？我打算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他有办法打碎南天门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段天前辈，按照约定我过来找你了。自己进了。好刺眼的光啊，这难道就是那柄能够击碎南天门的武器？这是？此乃噬龙灭道诛仙枪，其内部乃是300具龙骸结合天玄九兵，再加上神火淬炼而成，具备了武林绝力。武林绝力？但这样依然不够，除非让它的威力再比现在强上700倍，才能确保击碎南天门。700倍？南天门固然强大，但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吧。墨法剑神的内剑只在南天门表面撕裂了一道缺口，因此我推测南天门至少掌握了5种仙意，20万种武道意志，再加上南天神帝这无数年来培养的武神。前辈，南天门到底是什么？应该不仅仅只是土地孕育的至宝吧？你已经成功证地，苍蓝大陆的秘密也能告诉你了。大约2万年前，苍蓝大陆的本源之力孕育出了灵智，诞生出了帝榜和神榜，二者为抢夺本源之力各自联合势力对抗，直到15000年前神榜占据上风，这时南天门横空出世，一位来自九天的仙人也发现了苍蓝大陆的混乱，想要联合南天门夺取整个苍蓝。九天的仙人？帝榜和神榜只能联手抗衡，却依旧不是对手，于是他们篡改武道规则，此后苍蓝大陆的强者必须经过地命争夺战、神格争夺战才能正地封神。那南天门和九天的仙人呢？他们粉碎了苍蓝之术，镇压飞升规则，不断吸取本源之力，
同时篡改武道规则，使得所有修士修炼都需武魂。哦，难怪有这么多人想要飞升九天啊。那南天门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我也不甚清楚，但据飞月女帝所说，她与九天关系匪浅。只要可以击碎南天门，无论他背后牵扯到什么都不足为惧。还请前辈告诉我，有没有办法能将噬龙灭道诛仙枪的威力提升700倍？自然是有，在你们来之前我已经推演出了办法。那你早说嘛，绕那么大一个弯子。还请前辈不吝赐教。第一，武神境界龙海五具，太古紫金战龙大帝境界108具，一般境界533具，其他龙海大帝境界1300具，以及一般境界19999具。吃的，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要他九层料去了。